到小子化的影响，高雄就归期间成为国小。今年一年生无新生，全校学生人数无到40个人。高育桥计划投124号年土，启动合并机制是补全的消耗。今次有关百年目标存废问题，土产部高育桥首开的草谈会后，社区居民拢反对，坚持铁封是唔得无好搞。新月国小区的编组分高位，不过社区民众对阿件事情并无得到详细说明。甚至提手托医院调查标的杯，请家长直接先测十组六桂复杂浓度量产的粉膏，模仿观察期的三日全检期。对顿教育局的做法，的确服装服饰佮不满。分校会议，你有没有对我们的家长会说明分校的差别待遇在哪里？那分校跟分校那些有没有？校长在这里并没有。新威国小就是保留下来。因为分校就是变成会挂上其他学校的名字了，变成某某某国小、新威国小分校这样，就我们大家就也不希望这样。新国社会的规避也推动客家教学的学教委，马黑得到学位费推动客语教学，依然自由学教。在今年纽西兰的世界合唱比赛，六桂学生的除了从人出名的高位。新余国小马从客家歌得到为三军英勇的肯定。我们也是新威国小毕业，我们当然不同意他毁掉，对我们来讲，是一个我们的回忆，我们一个百年的客家的一个学校在这边哈。伊个沙琪地位好高，很默契的呀吼，阿个沙琪为小事的赞美家，用个讲，也会因为阿个提供。沙溪民众希望保留百年历史的新余国小，也认为教育局应该派人对偏向偏科优先投入的正式高中，但又发出带动教育的发展行对正常化。那现在我们是督学来到这边初来乍到，可能也还没有磨合上去，然后就掉到29人，所以其实有没有正式校长，所有的力量就会呈现了。如果今天是有正式校长，其实应该也不会轮到这样了。那我们拍手通过吧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现在有公司，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先上手。那就他有了福利哈，该给不分校，都不分校维持原则。如果他家朴素统一，最后教育局用彼此现场做结论，沙溪民众嘛讲，因为收支化同地方财政的问题，偏向私教一直降本人费高。不过，私教系未抢租的私教，还系有其他可能性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自高雄报道。